a brief history of time. It's very delicious. 你上厕所俩小时干嘛呢？爸，我读书太花心了，忘记了拉屎。所以又是要吵。炸！爸，我没打游戏吧？是，如果你偷玩游戏，手机会发烫。雷烫？难道我错怪洋洋了？可是我好想错怪他。洋洋懂事，爸爸可以放心出门办事。爸，你放心去吧。我爸出门了，三号基地集合。关键时候没电，拍电影了。杨叔，看到您出门，杨哥一定会偷去游戏基地，还有二十分钟，他们战队赛就开始了。放心，杨洋手机快没电了，家里没有充电宝，等他充完电再去比赛就来不及了。杨哥，杨哥还是出门了，要人跟踪他吗？没人跟踪吗？无需跟踪。他们跟踪没用，从这到游戏基地的路线按照地线规划，这条路这个点基本没车，如果有尾巴的话立马就能发现。人他都免高明个屁，洋洋哪知道，我检查他手机时在他手机壳里放了定位芯片，有了定位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洋洋的秘密基地，直接将所有参赛的复仇者骨干成员一网打尽。是。杨叔果然料事如神啊，这里应该就是杨哥的游戏基地所在。这次他们在劫难逃了。杨哥，咱们一路上杨叔毫无动静，太顺利了，我反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爸爸安心，不会有事。你看那是什么？烟盒？不对，摄像头。像这样的摄像头，三号游戏基地四周还有八个，监控无死角，没有人能悄无声息的进。杨哥厉害，秘密基地四周变监控。我们换上便装后即刻布控子。是。杨哥快看，你说他们三人到了这儿了，说是暗号，说明他们身后没有尾巴。太好了，看来这次战队赛很顺利。等等，三号位发现嫌疑目标，盯紧了，监控定位我在楼层的信号源。实话要说，这个外卖员之前来过一次。哪不是外卖员？是法子小偷。杨叔，楼里复仇者所属并没有信号播出，一旦接通，就能确定其他复仇者身份，即可实抓。好，注意接电话的人。三号位，嫌疑目标似乎要接听电话。一旦接电话或看手机，就立刻实施抓捕。收到。这里的信号一定被监控，我爸现在还不确定其他同伴的身份，你一打电话他们就暴露。抱歉杨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战队赛还有15分钟就开始了，我们却被包围了，就连李柱他们也有危险。镇定，还有机会。杨叔，还没确认接收人，信号就断了。没事，他们最终还是要进楼。杨叔，嫌疑目标进楼了，坐电梯到3层。太好了，马上行动。根据定位显示，杨洋他们也在三楼。DNABA， 你们在干嘛？互帮互助，共同进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别说了，我知道你召集了四位复仇者游戏高手，准备打一场战队赛。爸，欲杀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这么说，这房间就你们两个了？当然。收。杨叔，我这个发现。好，爸爸，我承认。其实我是一个卷王。大，他好得瑟，我真想给他一个大逼兜。这么说，是老爸误会你了。没关系，被父母误会是孩子的宿命。一个，你出生不自由了，你没上手，他们是手上，他们是安全。封闭的窗帘代表基地是安全，而拉开的窗帘则代表危险，说明基地存在风险。有你在这边，这一关总算过了。
奇怪，杨叔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李柱他们三个过来时，想说的是安全信号。不过他们三个到家了，收拾暗号，告诉他们之后没有，告诉他们没有发现，可能问题出在我们。我们这一路上也没有发现跟踪啊。不是我，是我。红霞你挂青青。杨叔真是防不胜防，咋办啊杨哥？还有十分钟就是王者的前十八强赛了，这场比赛要不放弃了吧？放弃？不可能，就算输也要输在赛场之内，因为弃赛而放弃，我绝不甘心。好，我都听杨哥的，我先发个信息。可恶，杨叔，我们被耍了。你急什么？该急的是他们。还有十分钟，战队赛开始，可杨洋现在连人还没聚齐，盯紧他们。他要么放弃，要么就是冒险去招人。是。那三个和杨哥在一起的，就是之前出现的嫌疑目标。这么说，他们就是即将参赛的复仇者成员，他们会合了？多半需要去他们的新基地，静观其变。今天你要把他们新旧基地都端掉。只是时节不免怨叹，只是路迫不免胆寒。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。看来杨洋确实是黔驴技穷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莽撞。所有人立刻到鸿福苑36号楼集合。杨叔，杨哥他们又是进来了307酒店。大叔，他们王者战队赛要开始了，杨哥他们果然胜算了。有时起，有时落。杨洋，你落网了！炸！你们是谁？在这干嘛？就是给了五百块，让我们来这打游戏。上，团长，愣着干嘛？哎呀，关键时刻卡了，还得靠我。你丫的！杨哥，还是你刷呀？我明明看到杨哥他们身上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杨洋给真正参赛的复仇者成员提前发了信息。谁发的信息？看着反复小队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时，只是真正参赛的三个复仇者花钱雇了两个扮演者，所以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，从车上下来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杨洋他们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杨洋他们此刻就在那辆车上打比赛。杨哥，这把全靠你啊！所以打游戏就得用 iPhone 用心学习，冷静、流畅、持久，这黄金三角游戏体验真回来。噪声可畏，这次输了。可是我好想赢。